那这一次我们邀请到两位艺术家，陈博毅老师，他是摄影。那这一次的作品呢，我说展出的作品看起来好像件数不是量很多，但是其实每一张作品都是好几百张的作品去堆叠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时间流动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摄影的展览。那吴其珍老师，他的陶艺作品其实都有偶的元素在里面哦。
所以大家如果看老师的作品，会觉得他的陶的作品其实表情特别丰富，那他的相对的他的戏剧张力就特别的强哦，所以其实跟一般的陶艺家所做的作品又有截然的一个不同。那两位艺术家，他们都是以跟台南非常重要的这些元素来做这一次展览的一个创作哦。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越在地性就越国际性。我想这一次的展览是最能够体现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跟意义哦。所以我相信这个展览不管是在我们台南本身来做展出也好，或是未来在其他的县市展出，我相信都会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跟回响。那这一次为了能够深入去体现所谓的交配这样子的一个意义，所以陈博义老师到其他的县市也会去拍他们那个县市重要庙宇的庙城的相关的一些照片来参与在当地的展览。那另外吴奇珍老师会有工作坊，然后会有现场的烧烤跟民众这样子来互动。我想这个也是少数的展览会用这种形式来跟在地的民众跟城市来做所谓的交流交配的哦。所以我相信这样子应该可以体现我们策展的这一次的交配大舞台这样子的一个定义哦。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感谢龚老师还有我们两位艺术家的一个协助，让台南的当代艺术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展览让大家又看到不同的一个新的风貌。那也麻烦各位媒体帮我们多加宣传。那我相信大家看了今天展场的布置，是陈轩成老师特别为我们这一个展览啊所特别的一个整个布展的形式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特殊。所以我相信轩成也是应该是这一次参展里面的艺术家之一的哈。那其实透过艺术家本身的创意，那激发出来的这种艺术能量，我相信是更高更高的哈。那再一次谢谢各位媒体啊。他事实上是在我去年的5月31号接到那个文化局的来信啊，邀请啊参与这样的一个策划跟展览，到现在是整整1年哈。那这一年当中，我们每个月都开会讨论哈。那么首先是关于要移动到6个哈不同的这个地点的哈，那巡回整个台湾这样的一个展场的设置的哈，那最后陈轩成建筑师呢哈帮我们设计了一个移动的框架，那这个移动的框架是一个透明的场域哦，在欧洲他们的艺术家呢是把他们的皇宫啊哈，把他们的这个教堂做这样的一个透明的当代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哈，事实上它要呈现的是一个物质性的缺席的哈，就是说这里面本来就将两哦，本来的简廉呢，两土化、壁土化，现在我们把它的这个物质性的结构做一个转换，所以变成一个透明的这样的一个庙宇的哦，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时间跟空间的架构，让我们可以去重新去感觉这个庙城的空间的哦所具有的特质。那像这一张全甲集合宫哦前面的这个庙城。可以看到摄影师很有用心的把一部分的这个像家将啊或者说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滑盖的这个伞啊把它做定格哦，让我们有一个焦点，其他的部分不断在流动，那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流动跟穿透，刚才局长有提到的哦，这样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这一次要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因为在罗马时期呢，我们都知道这个 Agora 是整个公民集会的这个场所，那大家的表现性跟这种剧场都发生在 Agora 这样子一个广场上面。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庙城就是我们的人民呢，他的表现他自己，然后庆祝呢，整个不同的节气呢，然后跟超越界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场所，它是世俗跟神圣的交汇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这次就以庙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作为一个舞台跟作为一个剧场这样的一个思考做出发点，那请这个陈轩成建筑师设计了这样的一个透明的这个场域呢，让我们得到一种新的
当代的观点哦。那么很高兴哦，跟两位艺术家，陈博弈还有这个吴其珍的哦，两位合作的哦。那吴其珍他特别具有一种剧场性哦。那在他的经历里面，有三年的时间是在安平，做风师爷的计划。可是这次各位可以看到是一种当代的风师爷哦。那另外，各位在明天的开幕可以看到火焰树哦，那边中间有一棵很像树的哦。明天下午呢，会在这边的广场做这个燃烧哦。那这个燃烧呢，里面也可以做一些小的陶器的烧成哦，因为他之前做了工作坊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新的这个陶，跟过去的剪黏哦胶纸陶这样子的一个置换的效果的哦，然后跟摄影还有原先的壁纸画两幅画的哦，中间的这样子一个置换的效果，希望创造出一种新的当代台南的这个杰出艺术家哦的一种特有的形象哦，这个可能是在其他城市里面的哦都比较少见的哦。那么我的报告就先到这边。李老师在我们萧龙就是驻村，然后他找我来协助帮忙拍摄去年十月的那个三王相会，去南昆生进香过程，要在那个宣甲振兴宫去进行两个庙互相之间的那个这种参拜这样子跟会香的过程。那因为艾莫里老师特别跟我强调，就是说他会在庙城里面去进行某一些结构，所以才导致于所以才导致于我重新认真的去思考庙埕到底是什么。那后来我才突然间发现到说，我们的庙埕其实比欧洲的广场还要再多远，因为我们的庙埕早上有可能是蔡奇亚，然后中午的时间可能跟正头有关，然后下午的时候是小孩子游戏的空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又是夜市或者是松江镇，也就是团练的广场。那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把这些事情通通拍摄下来，在整个庙城当中按照它原本发生的位置去还原的话，那整个庙城就是会倒霉棍棍。所以这就促成了我这一次想要去做这一系列的这个创作。那也的确如刚刚局长所看到的，就是它是庙城的空间跟时间流动之下所产生的，所以在这个庙城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会非常的多元。那也包含我去记录的这几间庙，像我们的那个集合宫，它的那个梁展的下面刚好就是当天有我们的议长去参加，所以它的影像就被叠进去了。然后例如说我们的朝方宫，刚好是我们的立委陈定辉当天跟神教一起出巡，所以他的影像也被叠进去了。那个原本我们的那个武庙，原本是会把这个我们的市长叠进去，但是因为市长在点炮的过程，我拍摄的位置会被炮炸到，所以就被请走了。所以希望说明年有机会在武庙的这个作品里面再把我们的市长再叠进去。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的所有的信仰的空间，其实不仅仅是只有神，不只只有人，也包含我们整个市政的这个团队，其实都会参与在这个其中。这样子，谢谢。是爱公是安平人，就搬来台南十多年，就他也是学院美术系毕业，但是就是但是越在台南安平住了十多年，越来越多的那个庙宇越来越接近，包括公司也在参与，还有跟安平随便走几步就一间庙，晚上散步的时候那个灯光打下去非常的漂亮，好像里面住了很多神鬼，那些雕塑跟我以前西方学者画的那个雕像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这十多年慢慢往这个地方接近，就是包括我对妈祖越来越有感情，那我拿自己选择一些神像，然后公司也就很像是那种像巴黎圣母庙最近烧毁，它那个屋顶上有那种神兽，就是台湾的一种神兽，它可以去想象去变换。